贵宾。107年6月4号，中华电信因遭受飞弹攻击，发生爆炸起火。中华电信马上启动自卫编组，首先看到通报班人员立即使用广播设备通知整栋的楼层有灾害发生。本栋大楼遭飞弹攻击，四楼东侧广场发生火警，请灭火班人员进行灭火。逃生梯已有浓烟，请大家依照避难引导班人员之指示，由杭州南路楼梯疏散，不要乘坐电梯。请机电人员将电梯停在一楼。本栋大楼遭飞弹攻击，四楼东侧广场发生火警，请灭火班人员进行灭火。逃生梯已有浓烟，请大家依照避难引导班人员之指示，由杭州南路楼梯疏散，不要乘坐电梯。请机电人员将电梯停在一楼。避难引导班人员佩戴有哨子、指挥棒、反光。各灾救护车辆到达现场，消防局中正中队及所属分队接获派遣到达现场，展开人命搜救、救护等工作。此时看到我们救护右前方缓降机可以利用现场来使用，缓降机使用口诀为挂、丢、套、输。